那个经典 skin 的纳克罗斯。你还有记忆时，多思考一些吧。好，紧接着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场排位赛了，转劲敌。双打野也是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游戏来讲的话，你只要每一条路都有人走，不要三个打野就好了。对，三个打野一定是在雷，双打野是正常的。好，对面有塔拉、夸克、悟空、克里希，还有几，然后有三个治愈，但是没有制裁。没关系啊，这个阶段的排位赛啊，就是尽量靠自己 carry 就好，然后尽量去打输出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开始，我们先起个蓝。他们起个蓝怎么样？起个蓝怎么样？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的拒绝。然后我们的赵云不知道要干嘛，跑去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然后告诉大家，纳克罗斯的话，就是你这样打四下普攻之后按下技能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是四下。可以是被动持续的一个攻速。胜利者从不相信机遇。哇！完全没有任何的资讯啊！我们第一个蓝就这样被抢了。啊，我扣这个没有，我制裁没扣啊，因为我想说应该是不会有人来乱。然后用这个第一个技能没有成功的吃到这个野怪，所以前期发育极糟无比。我正悄悄的到来。我们就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，我们必须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的必须乖乖认命的回家，因为我们没有魔力。不过这个游戏有没有隐藏分数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没有。我的 buff 在对重生了。他再过来抢一次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来来来来，那这时候我们去跑线。好，他要吃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是比较稳定，因为上面那个应该是差不到，我的等级有点太低了。然后趁对方都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吃对方的野怪。也对方的这个野怪经验值还是很多。好，我们先把第一件打野装备买出来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送去帮中路支援一个大招。啊，没弄到。啊，伤害太低了。
进攻。好，我们继续抓野怪。一开始掉了接近两座到三座塔，蛮亏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既然失去的我找不回来，那我们就向前看齐。从不相信机遇。请求集合。我把四窗挡到，哪有挡到？哎呦！我在干嘛？我在看聊天室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啊！悄悄的到来。这时候再给他一个制裁，缓速他，缓速他。这时候，这好吧，技能交掉，就直接进去，再给大家补攻，拉出来。漂亮！那是我们的下路来爆了。我操！不要！进攻敌方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啊 ！Ultimate. I will be back. 危险了，各位！紧张刺客时阵到啊，咱即马真危险，咱的即马着特别输的感觉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的拒绝。我不想开语音啊，因为开语音的话会很吵啊。我习惯玩的时候不要开语音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没办法掌控一下队友的情绪，会很容易爆炸、啊。尔等休得放肆！绝不放弃，至死方休！绝不放弃。不用担心，我们就照我们的观念打，一定是可以轻松反败为胜的。只是塔拉真的很硬。哎呦，吃到最后一下塔，好像不行欸。啊，好，我觉得我自己去掌控我自己的节奏就好了，不能再受到影响啦。我要去刷野怪了。我只要没有闲下来的去刷野怪就可以，不要去抓塔拉，防守塔就好了。OK， 看一下下半部，我决定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我正悄悄的到来。请求集合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的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哇，他们这样子打是直接爆开的、啊，绝不放弃，不能这样子打、啊。这在外面跟人家打架是直接爆开的，我们没有克里希啊。然后去分推，他们复活了，做我们自己觉得对的事情。因为现阶段而言，我们是不可能帮得住到他们的。胜利者从不相信机遇。我防光力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先做我们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这最重要。连我们自己做的事情都不对的话，这样就不用赢了。
哇！啊！你们不能进啊！哇！别啊！真是不赢啊！你们不能进场，你们不能进场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能进场。他们拿到凯撒，你们也不能进场。继续持续的分推，我们做防守是没有用的，是绝对不能做防守。做防守就是等输，我们就是尽量抓等人来抓我们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悟空的装备 302， 其他装备没有高我很多。好，但我们还是有打赢他的机会。等我们圣剑出来，我们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打赢他。好，夸克吸引到夸克来了，最棒的。好一个人，哎呦，好，我按错了，混蛋，没关系。悟空的逃跑能力没有那颗螺丝好，因为他技能需要靠这个单位去做移动。好漂亮，我们成功把他杀掉之后，赵云死了就算了。我们拿到了蓝 buff， 这样很赚。然后这个红不能吃，因为这个红吃了我们一定会输，会直接死在路边。然后就持续的吸引人来找我们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越多人来抓我们，这样胜算就越大，我们就不要理他们，刷我们的野怪。看他们什么时候决定要放弃这个举动，因为只要我有蓝 buff 在手上，是不可能抓到我的。我操！不是啊！哇！我点到圈圈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也是浪费了蛮多时间，好不好？收回刚那句话，但是。他们抓到我是因为我自己操作失误，不是因为这个角色被抓到，是因为我自己被抓到。哦，涌回家了，转转转。我不应该去 A 那个小兵吸血，就是我自己去 A， 然后被抓，他回头判定我去打那个悟空。那我们就一样继续浪费他们时间。现在人头数来到520，但其实我们经济根本没落后。但是我需要蓝。绝不放弃。进攻球。请求集合。哦，我们这一星，这里可以打团战，抓这个棋。救救我们的克里希！哦，这里有一只。克里希倒下就算了，现在就去做自己有觉得有意义的事情。继续将兵线给推掉。对，他们没兵线，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。我们就去吃我们的，这么的苦肉。我正悄悄的到来。好，他们想要一波开送，这个我就是可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我来抓人了。抓悟空，抓悟空。哎呀，哎，为什么？作为上策。追到，追到，追到。嗜血的灵魂正蠢蠢欲动，绝不放弃，至死请求集合。好，这个夸克没什么伤害，我们直接上去抓他。有个大招，然后买这个穿透装备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血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吸起来的。
我们是利用吸血能力压过他的。然后这里再是一个凯撒。简单讲就是这个游戏一定要掌握一个自己的节奏啊。有时候我不太喜欢跟团队沟通太多，就是这样，我会失去我一个我原本应该要有的判断。但不是因为我不跟队友沟通。我是血的灵魂，真蠢蠢欲动。啊，他打不赢我，他就是一个坦人，啊，就真的只是一个坦人。然后继续分身，继续分身，这时候就是做我们觉得正确的事情。哦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抓那个姐，我们可以去抓那个姐。再下普攻，漂亮。再一个挑飞，拿出来，我要死。然后去吸个血，我们去吸个血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存3000块，可以把鞋子卖掉。我们稍微等一下技能，一个挑飞，再一个大招。漂亮漂亮，我们赢了。那就直接走 A 把他。把他给 A 掉就好了。Nice。啊，漂亮。没有啊。这场没有克里希，我们应该就输了啦。对啊，如果我是单排我就输，因为我前面送了太多头。对，就是神子他是一个会玩的克里希，他知道要守塔，等我去分推才会赢下这场游戏。啊，得救了。所以如果没有他帮我守塔，其实我们应该是不太会赢。如果是四个人加我刚刚那个表现，估计是爆炸。好，我们两个赛评 carry 一个游戏 ，nice， 我们 carry 一个游戏 ，nice， 神子击个掌，耶、yeah! ！